李正经理，平生好。我们这次的作品是防喷菜刀，创作动机是妈妈在家里切菜时，菜汁会喷到身上还会有菜汁的味道。作品的特色是在家里随手可得，还有使用方便，非常轻巧。使用的材料是强力夹，这个就是强力夹。资料夹活干，这个就是资料夹活干。透明的垫板，这个就是透明的垫板。操作方法非常简单，把强力夹打开，放在刀子上，并且把它合起来，就可以切菜。还有透明板，还有另一个功能，操作方法跟菜刀一样。还有我们这，还没讲啊，你那边。